等一下！撤退 ！No！ 太扯啦！元气弹呐！哇 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继续我们的地球防卫军五八。我们上一集呢，从这个基地里面逃出来之后，我们现在应该要面临就是。城市战哦，就是城市应该也是被蚂蚁入侵的啦哦，初级哦，基地危机前篇哦，他们写说老百姓得救了，只要回到地面上就安全了，你确定？啊，没想到这游戏居然还有剧情，我今天玩四代的时候是连剧情都没有，就直接开始打了，他是五代直接连剧情都做进去了这样子。是出口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哇，坦克车帅耶！我靠，好累格，为什么？该怎么办才好？像盆子一样的东西在天上飞，盆子。啊，子弹。好多机器人哦，我可以用吗？有没有人过来帮忙啊？有，负责捡东西的。竟敢把我的队友杀了！我要报仇！哇，那个子弹怎么感觉有点鸟啊？我在这里，死守这里。我想换武器打看看。就这个，干掉一只！哎，为什么没办法瞄准啊？哎，可以。哇哦！哎，居然没中！哇哦！有！哎，好帅啊！可以这个。我们不该从洞里出来的。少啰嗦啊！我觉得我应该拿火箭筒才对。哎。怪物好像在喷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酸液啊！他喷酸液了！哇，这也太多只啊！我可以抗酸。哇！不行啊！哇！救命啊！太危险啦！这里是伊欧塔三号，即将进入启动程序。启动什么东西？负责保护战斗机体。啊，那些战斗机体这种不能用，可以用吗？我想了解情况，少尉在哪里？少尉已经战死，被怪物吃掉了。少尉已经战死。这边吗？哇，好多。我靠！全部冲过来了！别让怪物接近战斗机体！哇，他们已经接近战斗机体了，完了！敌人太多啦！哇，多到不行啊！负责护卫的排长，我的天哪、啊，简直是大混乱呐 ！Oh my god！ 啊，是到自己人了，抱歉。怪物加上飞碟，烂透了！快点啊！这是真的吗？要是搞错，有妹子在讲话耶！不妙！太多了，我们要被灭团啦！为您插播临时报道，在各地都募集到了 UFO。也就是 UFO， 哇 ，UFO 相机拍摄的光点，是真的。空中看到了金属质的物体，哇，入侵啊！但是全世界都不断传出目击报告，哇，全世界同时有多架 UFO 正飞行于不同地点，被入侵了哦。嘟嘟，救援部队还没到，我们必须撑住。号已启动，战斗机体小队开始战斗，开始战斗！
哦，他们站起来攻击了，这些机器人全部都会动了。这里是伊欧塔二号。耶、yeah、啊！控制怪物，快点，机器人上啊！把我们全部解决掉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哇！我要捡武器啊！捡武器才是重点啊！哎、欸，前面有绿色的武器箱吗？啊，我来捡的，我来捡的。好、啊，其他交给机器人就好了啊！机器人超强啊，炸到自己了。捡武器，捡武器，冲进去，杀爆他们！捡起你的武器箱，怎么有震动啊？刚怎么突然震动了一下？终于结束了，哦，好爽啊！哦，这是散弹枪哦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哇！什么东西这么笔直的降落啊？巨煞的塔机械组成的，哦，原来是他召唤蚂蚁的、哦，轰下来。把它轰掉，传送怪物的装置轰掉就对了。攻击怪物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，这是什么？哇！往我这边插下来，要死啊！有人让那座塔掉进市区，会变成灾害呀、啊！啊！大舌头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超越的恐怖攻击啊！超越的恐怖攻击啊！我们被某个国家攻击了吗？大舌头，也就是说，干得好！也就是说，我们被其他攻击攻击了吗？我下周就要出国了，说，真是太渣了！舍弃基地，害我一直打喷嚏！哇塞，太扯啦！那全部都降落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撤离了，阻止灾害扩大，阻止灾害扩大！我们射自己人，有没有？Oh my god！ 快点，先摧毁再说。快点，掩护我，掩护我，帮我撑十秒啊！好，我们会坚持住的。有，回了，回了。你不会再伸出来了啊！干得好，干得好。西内。战略情报部，超巨大子弹降低高度，有前往作战区域降低高度。你说什么？超巨大飞船降低高度？怎么会？已经到达地面附近了。已经到达地面附近了，哪里啊？数量太可怕了，是我们的十倍以上了。我们的十倍啊！今年不是五倍吗？啊？脱离作战区域，停止攻击。可是我想试这个、欸，哎，又要再掉一座塔，是不是？哪里啊？关于飞行物体的真面目依旧不明，各国皆否认与此事件有关，目前也无法确认是否有其他组织涉入。政府虽保证会尽快厘清状况，但相关单位却陷入混乱。黑暗组织，完了。世界要毁灭了，世界已毁。我在装子弹。我们到底在跟什么东西对抗？那这伤害其实很低耶。敌对势力到底是什么？好，中士，情况不妙。什么情况不妙？
哇，那是什么？好大，跟城市一样大，好大的飞船，好大，是外星生物吗？啊，这本来就外星生物啊，不然你以为嘞？你家邻居啊？喂，我弟弟说他看到跟大象一样大的怪物，跟大象一样大的怪物。为什么不相信我啊？我相信你啊！先让我把这解决掉了，我就相信你。我靠，那这么大一个飞碟怎么打啊？醒了吧？真是个奇怪的梦哎！地球上怎么可能会有怪物？我在做梦啊！你这是在现在在逃避现实吗？解决。啊，这个怎么打？这个、怎么打？没有落点啊！这个，这货没落点啊！也瞄不到任何东西耶、欸！解决掉，这怎么办？怎么了？还要召唤什么东西？飞碟下来了！飞碟出现了！这不是恐怖攻击，是外星侵略啊！你现在发现也太慢了吧！你们就外星侵略啊！这么一大骚哎、欸！我靠，飞碟，飞碟来了！哇哇！哎，早知道带那个会追踪的了，这个比较需要会追踪的。飞碟攻击了，飞碟攻击了！不要！我们的武器还是有用的。数量太多了，数量太多了。飞碟正在攻击人类，市民非常危险，尽可能把所有飞碟都击落。我尽力啊。干，我完全看不见，我不知道我在射什么东西啊。我到底在射什么？我实在看不懂哎。反动力开到最大，还是我们要往前走啊？哇，什么？似乎是要启动某种装置。镭射炮。好，他镭射炮了。化为最优先事项。你听到了吗？居然说造成伤亡也没关系。收集情报最为重要哦，我们要牺牲了吗？那应该是大炮吧？我靠，他要发大炮了。哇塞哇塞哇塞！他们准备发动攻击了！哇！等一下！撤退 ！No！ 太扯啦！元气弹呐！哇！我的伙伴全死啦 ！Holy shit！ 又来了！黄金都在干什么啊？完了！数量也太多了，我们要输了，快跑啊！这样下去会全军覆没啊！全军覆没啊！怎么办啊？我到底要怎么办？就算逃走，无人机也会追过来。要活下去，就只能战斗了。射爆你们！喂，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要醒啊？不会醒的，对吧？不会，不对。我靠！我靠！哎，他们直接卡在这里过不来，哎，好好笑啊！我要走了，飞船要走是不是？巨大飞船开始上升了，开始上升了，他要离开了，这样子。巨大飞船就交给空军队部。看，完全看不到啊！好乱，好乱。冲啊！好，补了一下了。干什么东西？战斗机体开始战斗！神秘一号，谁是神秘一号？真是战斗机体的厉害！好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感觉好像不明觉厉。结束。中士带着一般民众离开现场，终于前往安全的地方。结束了。
哦，天哪！哇，直接换蜘蛛了，是这样，跳跳蛛。这不是就四代的那个跳跳蛛吗？怎么血变紫色啊？我记得是绿色不是吗？还是黄色？哇哟，恶心恶心！只要不被视线缠住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战略情报部，我们将之前遇到的黑色怪物命名为阿法。阿法。出丝线的怪物则命名为贝塔。贝塔。阿法、贝塔、伽马。虽然动作迟缓，却会吐出含有酸液的丝线。动作迟缓。好的。慢慢射，慢慢射。棒棒棒棒棒棒棒。答案是 yes。哦 ，what the hell？ 是什么鬼啊？哇，那些棉花哥，要把肌肉卸来吗？还是说他坠机？哇，直接这样飞过来欸，绕了一圈。他干嘛？哇，他放什么？放蜘蛛下来？还真的嘞！还投放怪物啊！要破坏大型飞碟太难了，但至少要把怪物扑杀干净。那他还是会再生，没有意义啊！战火遍及全世界，甚至不断扩大中。很可惜的是。我们在首战遭受敌人的重大打击，重大打击。眼前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处于危险之中，我们必须从打击之中。哎，打完了，并展开有点莫名。EDF 会重新振作，重新振作。这次我一定会带你到安全的地方去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安全的地方几次啊？每次都说要，然后就都没有。终于结束了，哦！明天就来煎牛排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明天煎牛排。